大家好，我是 Mike， 欢迎来到 Mike Clean Fitness。今天我们继续我和苏州鹰派四明星教练张宽教练的视频访谈。今天访谈我们谈的话题是很多朋友都问的一个，是有关健身效果是在家里健身好呢，还是在健身房健身好？其实这个问题呢，要影响的因素比较多，需要综合一些很多的因素来考虑。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先请张宽教练来谈谈他的想法看法。张宽教练呢，顺便说一下，是以前是职业的柔道运动员，现在主要是在苏州的鹰派斯健身房执教多年。张宽教练你好。哎，你好麦克老师，还有大家好。那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从业现在已经六年多了，那么我接触的所有的会员当中呢，也有一大部分呢，就是家里面有跑步机，或者是喜欢在家里面锻炼的。但是跟他们交流呢，发现啊，有十个会员家里有跑步机的，那几乎就是全部的会员都不能坚持超过一个月，就是坚持时间比较短。后来这跑步机买回家之后呢，用了不到一个月，然后呢就放在那边，然后呢晒衣服啊，或者抱了一层的灰尘，就是不能用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家里面的话呢，第一，它首先毕竟家里面它个就是除非你是像麦克老师一样有专门的自己的这个小的这个小的一个健身房，对，一般没有这种专业设施的话，在家里面，第一，它没有这个氛围，那么所以呢就不容易坚持。第二个呢，就是说，那如果在家里面练习的话，没有教练的指导，那么可能我们还是通过视频通过这个网络呀，通过这个书籍啊来进行练习。但是你的动作是不是标准的？那是不是有效的？那就不一定了，没有针对性的指导的建议嘛。也所以说，一般在家里面的话呢，练习啊不是不好，但是可能呢，就大多数人，第一，他不容易坚持；第二呢，可能就是不能保证动作的标准性跟效果。对，那如果说反观在健身房里面的话呢，那么有专业的健身设施，同时呢还有专业的健身教练的指导，另外一个就是本身还有一个好的一个健身的氛围，这样反而更容易坚持。所以说个人建议呢，如果有条件有时间的话，还是能够到健身房里面进行锻炼，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我们的健身效果，保证我们的健身安全，同时呢能够持续的坚持，有这样一个好的氛围，是这样的。麦克老师。好的，分析的非常好。其实这个问题要综合来看，要综合方便的因素，还有能不能一些环境的因素，还有一些能不能坚持这样的因素，综合下来看呢，其实各有优缺点。当然在家里健身的话就是比较方便，随时有个30分钟40分钟就可以健身。但是呢缺点呢，就是有的时候这个30分钟40分钟往往我们就做其他事情去了，看电视也好，玩手机也好，就一下子就没了。如果去健身房的话，毕竟你要到那里，到了那里有个氛围，就是健身起来感觉比较好。然后又就是一个专业教练的问题。家里面有的时候自己做一些动作，可能以为是做对了，但是其实可能没有做对。健身房的话，可以一些教练的专门指导。所以这个东西要看综合的来看。如果还有一个我想说的呢，就是说，如果说主要是要以减脂为主的话，其实在家里，如果你能够坚持的话，比如说做一些跑步机啊椭圆机啊，在家里如果有的话，如果能坚持的话，其实还是有蛮好的效果但是如果说你的主要目的是想要增肌的话，那么要增肌的话，在家大家知道增肌必须有重量，对肌肉足够的刺激，往往家里的一些器械，就算你有一些哑铃一些板凳那些东西的话，往往重量不够大，刺激不到位，角度也不够。所以呢健身房有健身房的好处，这个当然要根据自己的目标，体型目标去看，还有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还有时间的安排去看。我后面是我自己的地下室的健身房，我的器械都不错，但是我其实我以前是在家里健身，最近大概大半年我都是到健身房去，偶尔如果说天气不好的话，我在家里弄两下。所以的确到了健身房有那种氛围，就是一下子就很振奋的感觉。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谢谢张宽老师的见解讲解。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可以到我的微博留言，也可以给张宽老师留言。张宽教练的那个微博地址是体型雕塑师，形体雕塑师。OK， 谢谢你的收看。没有看过我们以前问答视频的一些朋友呢，可以到我的网站、我的微博还有张宽老师的微博去看一看。我们下次再会给你带来另外一个专题，就是如果去健身房的话，怎样选择健身教练欢迎到时收看。